动一下哈。那现在我们社会呢，运动很重要哈，运动很重要，因为我们有时候呢吃多了哈，或者是说呢，现在呢有毒的物质很多，大家都知道，鸡鸭牛啊都要用很多的饲料哈，抗生素的，那菜类呢也要用很多农药，所以呼吁大家流汗怎样？流汗最好，有空呢一定要运动。干虾练跑哈，好。那刚刚讲的运动很重要，大概无言哈，沙缸总就爱劳抓撸水，三天流一次汗，这样比较好。啊，我本身就是靠表演流汗运动啊、嗯。那流完汗之后，你就觉得身体比较舒服。赶快带来这首《Rock Around the Clock》，掌声鼓励，尖叫声。
今要来一首淡水墨色，淡水墨色。咱今要看到这水面哈，这朋友点着这首歌真好听，淡水墨色。伊讲哇，看到那个海边，你看看这个影色呢，这个景色呢，就像这一首歌一样。我们就一边听歌，一边来看看渔人码头哈，这个哈水面的感觉，好不好？来，掌声鼓励，淡水墨色，感谢。好，双手都做，一起打打节拍，打打节拍。很热情，总共五六对哦，这个在别的地方看不，这个不是请过来的，都是我们的听众哈、哦，自然缘啊、哦，自然缘。你看有史来这个慢慢跟你讲，九点钟过后哈、哦，等一下呢，九点半就比较安静。等一下要听歌的朋友，九点半。下冰跑，刚下冰跑，好，热闹，这个也在今天来这几天来看得到而已啦，哈。好，那现在月亮最漂亮，等一下呢比较晚的时间，我来演奏几首好听的日语老歌。红昏的故乡来当气氛，我来演奏上好听的红昏的故乡。啊，还有一首是大家爱听的青青海峡，啊那东景色，还是空港这。